这是我拥有这头卷发的最后一天了，已经长出了那么多，有6、7厘米的直发，准备好了，我今天要去剪短发了。耳机、太阳眼镜，还有电子书，戴两顶帽子，万一剪完我不喜欢，我就可以戴上帽子。OK。上车了，上海真的好冷呀！剪完后悔怎么办？我不会后悔的，只有尝试了，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嘛。不尝试的话呢，就只有一个答案：You never know。我到了，这里像一个 barber shop。对，有一点 barber 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对外说我们是 barber。那我也来了啊。爽吗？爽呀，我很爽呀。我可以剪一刀吗？你给我剪一刀。可以呀、啊，我给你做助理，你自己剪好吗？到这。对。到这。对，在，你可以。对。对，这边来。OK 了，剪完了，好了。对，然后后边的，后面就留着。这样的，后边就变零，也行。也要想到那个零几年时候，我们上小学3年级，然后有一学姐就是这样。可以。剪的还好。现在跟他一样。来，你来就近看一下，一样。确实比以前的好。可以的，要不来我们这上班吧？这样就有点像女刑警了。对，这个剪刀有点大。你就像拍我看我主要是看这个发型好不好？OK，帅吗？OK，满意，好开心。我好喜欢这个头发呀！